为了找到把农药洗干净的奥秘，我付出了自己的一生。他叫菜菜子。为什么日本的主妇能把葡萄洗得这么干净？原来还有一种叫贝壳粉的好货，只要撒一点点，农药就会整个付出。他给一颗毒苹果重新做苹果的机会。汉方贝壳粉入货，一定要把这个好物带回祖国。亲自试过才靠谱。